食咗至尊蟲草王之後，令到我鼻敏感嘅問題有大大嘅改善。由細到大一直都受到鼻敏感嘅困擾，尤其是天氣轉啊，朝頭早起身啊，就會屎啲蛇流鼻水。食咗至尊蟲草王之後，發現成個身體嘅體質都改善咗。首先就是夜晚不會半夜突然之間打黑癡，搞到睡眠質素變差，朝頭早亦都不會因為打黑癡流鼻水吵醒隔離那個。更加重要的是，個人少了打黑癡流鼻水，就令到自己日常生活的機能都大大提升，做嘢啊、翻工啊，亦都會更加有精神，可以應對平日的生活。多謝。